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呢，同样是我的一首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，名字叫《指望》，送给大家。你尼玛蛋子儿！小女生之间哦，这种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能不能谈谈你的闺蜜？
我的闺蜜呀、啊，其实就是一圈非常非常可以聊心的好朋友。那每次遇到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会跟他们聚在一起。那是圈内还是圈外的？圈外的。圈外那对，除了会聊天，还会有什么？会不会聊聊八卦？对，会聊八卦，刚要说聊八卦。其实我觉得每次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可能不是每一次的节日都是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过。所以就是遇到一些节日，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啊，就会跟自己的闺蜜一起过。对，是。那我相信除了有闺蜜以外，当你有不开心或者有特别开心的事情，还有很多人想陪你一起过，是不是？郁金香们在哪里？太棒了！那接下来想不想听郁可唯继续为大家唱歌？想听吗？谢谢。那接下来可唯想带来是什么歌？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是我的全新专辑《微加幸福》里面的首播主打歌，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的名字叫《伤不起》。好，有请伤不起郁可唯。